监视器中惊奇出现麝香猫母子出游画面，其实这里是珍贵稀有保育类物种台湾野蝉的栖地。台湾野蝉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公告的一个稀有珍贵稀有的一个保育类的一个物种，在108年开始我们就委托嘉义大学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台湾野蝉的一个的调查，因为目前在国内有关于蝉类的方面的一个调查，它的习性、它的生活史很少。台湾野蝉是台湾体型最大的蝉，华丽外表让它们承受捕捉压力，加上栖息环境破坏，数量变得稀少。配合林务局的绿网计划中去调查一下这边栖地的一些野生动物的状况，所以我们有放了一些自动相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拍到了一些野生动物，像是长鬃山羊，还有麝香猫，以及野猪等等，这些动物也都是比较稀有的。看到这些影像的话，我们发现说其实这整个地区的物种非常丰富，可以显而易见的话，这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保育得很好，守护了良好环境，同时也保护许多动物，让他们有一个安心的家。大新闻邱慧玲、陈柏洲嘉义报道。